具有杀伤力啊，啊，杀伤力，它是一剑穿透了人的心，它是用心在唱歌啊，气息比较澎湃，声音比较流畅，唱得非常感人。好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好吧，谢谢，恭喜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刘老师再补充两句啊。非常不容易啊。那么一个美好的歌声是有想象力的，是有感觉的，是会给人家有感受的。当你唱完这首歌曲，每一个人都会 love you。我想刚前面几位演唱的，我就顺便在这里提一下，选歌要让你的音色可以很清楚地表达出来，到底是歌曲好听还是我的声音好听啊，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么在一个非常简单、非常没有变化的、感觉上很平稳的旋律里面，你要表达出你的那个歌的感觉，清楚的歌词非常非常的要紧。就是顺便在这里说给大家知道一下，那么演唱的功力就差别在这上面而已。OK， 加油！我感觉声音都很好。好，就是那个唱歌要有感觉，所以很有感觉。哎，那想问一下，你觉得是爱情是永远的吗？永远就是 forever 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还没知道。